好，我们接着上课。上一节课我们讲到平息内讧的概述，谈到了内讧外讧的区别和历史上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认识过程。由于这个内讧外讧这个讧的由来呢不同，所以在字法上也有严格的区分。那外讧一善啊。内讧的宜息，外讧要用心善之品驱风，内讧呢要恢复它的阴阳平衡，叫息风。所以平息内讧，这是一个整个这个治内讧的一个共同治法。具体来说，刚才我们讲到，针对热极生风、肝阳化风、阴虚风动三种基本类型。根据他们虚实的不同，热极生风以实证为主，肝阳化风呢是虚实夹杂症，本虚标实症，阴虚风动呢属于虚症为主，那分别采用凉肝泻风、平肝泻风以及滋阴泻风的三种不同治法。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方，菱角钩藤汤。菱角钩藤汤是《通俗伤寒论》于根出的《通俗伤寒论》上的一个名方。学习这个方的意义呢，那是要学习对于热极生风的基本治法和一些配伍的特点。同时呢，于根出这张方，也是在前人治疗类似症候基础上的一个。有突出特点的方，后世一家说他是发前人之未背，也就是说前人是这类这个症候当中呢，他有很多开创性的东西，配伍结构也相当严谨，所以是一类方重点方。从组织症候来讲，它是属于。热盛动风症，也有称它为热极生风症。热极生风，这温热并邪传入厥阴，厥阴是肝啊，也就是热病啊引起风，这个风气通于肝了，内风都把它归纳为肝风的范围。那肝经热盛，热极动风。本质上来讲呢，它是与温热并邪伤耗人体的阴液，阴液缺乏了，使得经脉不能和柔啊。本来经脉应当是既有阳刚又有阴柔，活动自如。失去阴液濡润之后呢，那这个阳刚太过，所以造成了呢。热极是动风啊，可以有像这个手足抽搐啊这类动风现象。从症候来看，往往伴有高热，它的温热病啊达到极期阶段，以高热为特点。高热叫热扰心神，造成轻则烦躁，重则神昏，这心神病变。同时，刚才我们讲到，热病伤耗阴液以后呢，造成了经脉失去濡养，手足抽搐。当然，这个抽搐程度要根据热病的热盛的程度以及经脉失养的程度呢，可以有这个严重的可以叫功反张。它实相脉象，实降而肝，脉悬数。实降而肝，说明呢，这个伤及阴血了。脉悬数是肝热的特点，这是它主治症候的一个病机分析啊，主治症候病机分析。从方用药啊组成来看，它是以清肝热了、凉肝泻风这个为主，
结合正液舒筋的方法。因为热极动风啊，根本来说是热，所以清热凉肝是重点。而这个动风呢，又跟热邪伤损阴液有关，所以正液舒筋呢，是辅助的治疗。这个方菱角葛藤汤君药是菱角角和葛藤。菱角角呢，擅长于清肝息风，可以清热呢，镇津，清肝息风，清热镇津，是个常用的一种清肝热镇津的药物。葛藤呢，说它祛风啊非常迅速，可以祛风啊息风清肝，这两味药结合起来，在方中作为君药来说呢，清热凉肝息风力量较大。这个方里的成药呢是桑叶和菊花，应当说也是这个方的方医分析的重点。桑叶这味药，它既能够清肝，又能够疏肺。我们前面在桑菊饮里边讨论过，这里你看桑叶菊花与桑菊饮的这种桑叶菊花相配的基本结构呢，反映出来了。桑叶既可以清肝平肝，又可以清肺疏降肺气。它这个道理呢，是因为肝肺是升降之外轮，人体升降出入啊，我前面讲桑菊饮时候讲到过，古人比喻作为一架车，车的外头两个轮子呢是肝和肺，车轮之间那根轴呢是脾胃，脾胃升降的中枢，心肾呢是升降的两根杠杆，升降之根本，决定方向了。那这个桑叶它能够清肺疏肺，就使得肝气生发不是太过，肝肺是升降的一对矛盾。在桑菊饮中用桑叶菊花，它是为了通过清肝平肝帮助清肺疏肺，而在菱角葛藤汤里用桑叶菊花呢，那重点不同了，桑叶菊花不是君药了，是成药了，那它是通过清肺疏肺帮助清肝平肝，这点在学习当中呢要仔细体会啊，体会用药这个针对病基出发，针对脏腑气机升降出发。那作为菊花来说呢，它有平肝作用，也有降肺气作用。所以过去那个很多医家提到啊，他各种花类的东西本身都有啊宣扬啊这个疏泄这个作用，宣扬疏泄向上了，花叶类的就菊花这味药呢，它可以啊降下降，哎，就菊花毒素菊花呀，它有湿纳下降，湿纳下降又疏肺又平肝有这个作用。这是桑叶菊花这味药特点了。桑菊同用呢，都入肝经，都入肺经，共同体现了呢协调肝肺升降的作用。在这里呢可以协助菱角角葛藤，协助君药呢增加平肝力量啊，清肝平肝的力量。这个佐药我们这里分为三组，第一组呢芍药啊，生地，芍药生地，要注意这里的芍药一般用生白芍，生地呢原文书里边用的是鲜生地，鲜生地呢阳阴清热力量强，用生白芍也是益阴养血作用好，不是用炒白芍。这两味相结合啊，增加呢
增液舒筋力量，阴阳血增液舒筋了。这治法里边啊，第二个治法增液舒筋，而且芍药和后面的甘草同用呢，芍药酸寒呢，可以酸甘化阴啊，酸甘化阴，这配伍那芍药和甘草相配呢，它这种啊滋阴养血这力量呢发挥更好。至于川贝竹茹这两味药是佐药的第二组，是考虑到热病过程当中热邪对津液的作用呢有两个方向，一方面它可以呢伤耗津液，所以要生地芍药这些呢阴阳血；一方面呢热邪又可以兼缩津液，炼液为痰。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呢？在热病过程当中造成热痰之后，很容易呢蒙蔽心窍，很容易蒙蔽心窍，加重神昏。我们在开窍记里边呢，你讲到过开窍记凉开法，凉开三宝，安宫牛黄丸、止血丹、治宝丹，共同的都有窍闭神昏引热所造成。而单纯的热邪造成神昏，热闭心包来说，要比起痰热蒙蔽来说，痰热蒙蔽的昏迷程度要深得多。所以在这种啊热病到极其阶段，配川贝竹茹清热化痰，有助于呢解除热痰，防止加重神昏。这是佐药的第二组。用茯神这个药养心安神，安神定志，考虑到热邪呢影响心神，轻则烦躁，重则昏迷啊，心神受伤，所以用茯神养心安神。这三主药都是佐药，分别考虑到啊在清热凉肝泄风基础上，考虑到三个次要方面。甘草作为死药，在这里呢一方面它和芍药可以酸甘化阴，一方面呢可以一气呵中调和诸药作为死药。这是这个方的一个方义分析啊，方义分析。这个配伍啊非常精当，考虑方面非常全面，法度很严谨，针对了病机。这个所以人们说是补充了同类之未备。什么叫同类之未备？同类方里没有考虑到这么全面的方剂，所以在治疗热病啊温病到极其阶段，热病神昏啊引起经脉失养、动风抽搐的一张很有名的方。这是方义分析。临床运用，在运用当中的辨证要点呢，当然它是一般啊，这热结生风导致都会高热烦躁、手足抽搐，这八个字的症候反映到呢，高热是根本，烦躁影响心神，手足抽搐呢是突出反映了经脉失养，热伤阴血，经脉失养。舌降而肝脉悬缩，舌降而肝那是涉及到心淫病变，涉及到啊阴血亏损，脉悬缩呢是肝热的脉象。在临床应用当中，我们教材上呢提到了一些主要的这个考虑的加减方面，但对这类病症临床灵活运用菱角葛藤汤呢还比较复杂啊，除了这个我们还补充一些这个临床常用考虑的思路。我们教材提到邪热内闭神昏沾雨，这个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手足抽搐啊热盛动风之外，
热闭心包症突出，神昏明显是有神昏沾雨，可以结合开窍剂的止血丹、安宫牛黄丸结合使用。这两个方都有清热开窍作用。止血丹呢，还擅长于泻风镇惊，泻风镇惊。一般这类病症，小儿在高烧阶段呢，很容易动风，因为小儿的神经系统比较脆弱，伤阴啊也比较快，容易呢抽搐。我们所讲的急惊风啊，小儿引起神昏抽搐，和止血丹更为适宜。安宫牛黄丸也是常用来配合这个菱角葛藤汤呢来开窍的。如果动风严重，抽搐剧烈，可以喝紫金散用全泻蜈蚣这个紫金散呢，特别在紫金散在热病过程当中发生抽搐剧烈呢，是一个针对性较强、镇静力量较大的这个小方子。这种热邪伤津往往可以伴随大便秘结，可以配大黄芒硝有些用这个方调生大黄末也可以。这个不仅能够呢通便，而且能够引这种热邪呢从下焦找一条出路，这是常用的加减方法。另外在临床应用当中，还要考虑到这种热邪引起动风抽搐，热邪所居的按温病胃气淤血辩证所居的病位在哪里。如果气氛热盛，它往往表现出在高热同时汗多，那这个方里配伍清气氛热的石膏滋母可以配进去。如果血分热盛，热入血分不但抽搐神昏呢，同时还可以伴随有发斑，可以有皮肤这个发斑，舌降很明显舌降发斑，这都是一种在热入血分时候常见的，譬如现在一些败血症这种阶段，可以加清热凉血药，结合像犀角地黄汤的那个配伍特点，现在来说可以加水牛角了。水牛角啊，丹皮啊，紫草了。为什么说配这个水牛角、丹皮、紫草呢？清热凉血药很多，因为这三味药呢，它凉血止血而不留淤血，都一定的活血作用，既能凉血止血，又能够不留淤血。另外，这类病人往往温热病邪呢，到节气阶段，尤其神昏啊，它可以伴随有这个痰热。温热病邪炼液为痰，虽然有贝母做乳清热化痰，还可以增加一些呢，这个清化热痰力量较强的药。如果神昏喉咙里有痰鸣声响，我们叫说它是这个喉间痰壅痰液壅滞严重可以引起这个呼吸不畅窒息了。中医呢历来过去用一些就较强烈的清化痰热药，比如说足利水、姜汁、天竺黄这类可以配合使用。当然这个方呢用生地芍药来阴阳血，伤阴如果严重譬如舌体很干还加重可以加重清热养阴力量。常用的比如说玄参、麦冬、天冬这加进去，玄参、麦冬加进去配合起来，相当于这个方里包含有后面我们制造剂要讨论的增液汤是清热清热养阴力量比较强的这个增液汤。现在临床上用这个菱角葛藤汤还可以
除了用水牛角这些结合使用之外，用这个青开灵也是常用的，啊，它有按宫牛黄丸的这些特点，用青开灵也是常用的。这是临床应用方面，啊，临床应用方面，这个方呢是个常用方，实际上中医用在治疗急诊的一个常用方，是一类方、重点方。在使用注意当中呢，要考虑到啊，阴虚风动不能使，他就是说温病到后期了，以虚为主的了，这个不宜使用。我们说这个菱角膏汤汤以实证为主，当然虚实本身相对的，阴虚可以治实，阴实可以治虚。也就是说，譬如气血不足、运行不畅的，可导致气滞血瘀了，啊。但是反过来呢，实证要伤耗正气，阴实治虚。所以严格讲，临床上任何疾病都是虚实夹杂的。但是总有个主要矛盾，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呢是以实证为主的，啊，实证为主。如果遇到一动风是阴虚风动，就像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啊，治内风第四个方大丁奉珠，那是以阴虚为主的啊，病邪实邪很少了，那用这个方不适宜啊。不但它的滋阴增液的力量不足，而且呢这个方里边啊，驱邪啊，这个清热泄风驱邪这个力量太大，所以往往伤耗正气，所以对于纯阴虚风动的不宜使用，这是使用当中注意的。我们下面一个方呢，将正肝泄风汤，就是这个治内风的第二个方。这个方呢也是一类方，这个方产生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啊，这个作者张锡纯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是在啊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这个医家了，特别他对这个中风啊很有研究，一生中用了大量的精力啊，这是个临床家了，在临床上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这个很有名的正肝泄风汤，这是一类方、重点方。那这个方主治呢，主治内中风，用内就是说这是内风啊，内风不是外风，外风是真中风。那作为这个中风发生的话，病机呢是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阳化风。我们的主症分析写的病机呢，肝肾阴虚肝阳化风应当有个缓解啊，简称肝肾阴虚肝阳化风一般都听得懂的。所以下面这个表上呢是写的啊一个症候分析，这个症候的病机分析了。肝肾阴虚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有体质因素了，长期的慢性疾病消耗肝肾之阴，肝肾是阴虚，阴不能自阳，导致了肝阳的上亢。肝阳上亢啊，在一般的肝阳上亢阶段可以反映出来头晕目眩、目胀耳鸣、脑部热痛、面色如醉，那我们教材组织的第一段啊，第一段，这很多都张锡纯医学中中参西录里的原文了。也就是说肝阳上亢啊，在早期肝阳上亢气血会上逆，那气血上逆较轻的时候呢头晕目眩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实际上量血压的都说血压升高了啊，目胀耳鸣，经常脑部热痛，往往这种愈劳则发，由于气血上逆，面色如醉，面红啊，啊，再看这个嘛，
可能同学们都可以，有些高血压病人发作啊，容易有这个啊、有这种特点。但这个阶段还并不是类中风发生的阶段，应该说它是一种有风也是一种风阳上扰啊，阴虚阳亢阶段。肝阳上亢继续的发展，就会造成啊肝阳化风啊，可以造成肝阳化风。当然肝阳化风一般来讲会有很多诱因，我们前面讲肝肾阴虚跟体质因素和其他慢性疾病啊造成有关，但是到肝阳化风阶段呢，在临床上看很多它有一个诱发因素。那诱发因素较多的，你比如一个情志，情志加重了肝气的上逆啊，那是阳亢呢达到化风的程度，情志因素。或者呢这个饮酒啊，或者呢疲劳啊啊，在这种或者血压升高肝阳上亢这种阶段还继续劳累呢，加重了阴虚阳亢。肝阳上亢又因重于下化风的表现，主要气血逆乱。气血逆乱呢，气血上冲啊，那也经常讲血之于气，病走于上，这为大绝。大绝，绝是倒铺昏倒啊，血之于气，病走于上，气血逆乱向上啊，这就造成类中风，我们有时候叫做重。当然这个重呢还有程度的不同，中风轻症叫重经络，中风重症叫重脏腑。所以教材组织里面除了肝阳上亢前面一段话，头目眩晕，目上耳鸣，脑部热痛，面色如醉之外，后面呢也讲到了啊，肢体见觉不利，口也渐行歪斜，这个实际上很多病人自己感觉得到的。哎，那很多病人感觉到突然这么拿东西啊，手就开始往下掉啊啊，或者呢口也扯动，哎，伸出舌头来，中间不正了，说话呢有的时候软不转了。那这种是一种中风轻症出现，中风轻症出现为之重经络。更严重的发作，尤其几次多次轻症发作以后，容易形成重症发作。也有些呢肝阳化风气血逆乱严重，一发作就重症重脏腑，突然倒破昏不知人，叫他啊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了，哎，然后经过抢救醒后不能复原，往往虽然醒过来了，这是不能复原。这个时候呢像是啊这个半身不遂啊，语言减色了，口也歪斜，这些的形成啊，那这后面开始进那中风抢救，如果醒了，那就作为一个中风的恢复期症状处理了。那过半年如果没恢复，就叫中风后遗症了。那中风一个过程大致这样的过程。正肝泻风汤呢，只要它属于这种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阳化风这个中风，哪怕到了发作了，哪怕发作阶段可以用，到醒了后遗症啊，恢复期症状或者后遗症，这个也能使用，但多数是用于啊中风在发生阶段。现在成为中风发作时一个常用方啊，一个很有名的方。应该说这个方产生之后呢，对中风病人啊挽救了很多人的这个生命了。我们在临床上这个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上面我们讨论的呢是这个正肝泻风汤主症的一个病机分析。看起来教材组织啊写的很多，你把它一分析呢，它实际上是描写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肝阳上亢啊，这个阶段阴虚阳亢表现出来的这个，我们有时候叫中风的啊一种先兆啊。然后中风发生以后呢，有重经络轻症、重脏腑重症两类啊，两类。那总的来讲呢，都是一种啊这个肝阳化风症，肝阳化风症。那针对这个肝阳化风，从这个治法方面呢，要正肝息风滋阴潜阳。那对这个治法，为什么说正肝息风？现在的主要矛盾呢，是肝阳上亢以后，肝阳化风，气血随之上逆。用张锡纯的话说，气血上冲，啊，上冲。那这是当务之急。虽然从根本来讲，它是肝肾阴虚，应该滋阴啊，但是从整个这个症候来讲，是虚实夹杂、本虚标实症。既有虚症，肝肾阴虚为本，又有标实之症，而且标实症气血上冲引起的中风发生呢，这是现在抢救啊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所以这个症候特点一定首先要了解，是一种虚实夹杂、本虚标实症，而且以啊这个标实为主，标实为主。这个方里选用药物，应该说张锡纯在实践中经过多年的反复体会总结啊，这样出来的这个方。君药呢用怀牛膝，这个《中东参西录》里边记载了张锡纯的原话，他说他屡经试验，多次反复试验治疗中风当中啊，治疗中风这个症啊，以怀牛膝为最佳。他认为他这个啊引血下行，他既能补肝肾又能引血下行呢，能够阻止气血上冲啊，阻止气血上冲。擅长于以气血下行，带者时呢，他入肝经、胃经，能够降胃气之上逆，能够平肝气之上逆，降肝胃。这两味药都偏于平性，啊，都偏于平性。带者时是降气的上逆，肝胃之气上逆。怀牛膝呢，引血下行，可以直至血脑，张锡纯叫脑充血。是充血之势啊，能够平降。两个联合呢，他说能够折降气血上逆之势，所以在方中呢是君药啊，方中君药。这个方里的成药分两组，第一组龙骨牡蛎，龙骨牡蛎呢能够。也能平肝啊，这个潜阳，龙骨牡蛎都能潜阳啊。而这两味药呢，张锡纯在这个使用当中，他有这个体会，他认为这种本虚标实之症在发生中风的时候，脉来一般都悬长有力的，发作的是标实为主，脉来悬长有力，比较悬硬啊，悬硬。说明这气血上冲之势很剧烈，但是他配方只要用了这个龙骨牡蛎呀，他说很快能够使得脉象的悬硬呢变得柔和，脉象的悬硬之势能够变得柔和，这他原书记载，他都是有体会了。而在我们按中药的这个性啊这个药性来讲，龙骨牡蛎呢都擅长于这个。啊，潜阳，牡蛎呢还能滋阴潜阳，所以这两味药和怀牛膝带者是结合起来呢，实际上在降气血上逆的同时呢，来啊起到潜阳正逆作用，潜阳正逆，增强了君药怀牛膝带者时的一个
将军力量。当然这里也说明一下，现在这个君臣所使的划分呢，有一些是把怀牛系带走是联合起来做君，有一些呢把怀牛系一味要做君。实际上在袁术当中，这两位啊用量都比较大，比起来全方的用量都比较大。而且从张锡纯所讲，这个方在啊则降气血伤逆之时，是气和血并体的，并体的。怀牛系作用于血，带走时就作用于气，所以两个联合作君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在传统上呢，当然更强调怀牛系一些，所以带走时呢，我们这个教材把它啊根据幼儿习惯还是归在臣药里边。这是君臣药的四味药。臣药第二组呢，龟板、芍药、玄参和天冬。这个四味药呢，共同特点都是滋阴的，滋补肝肾的阴血。龟板能够滋阴啊，同时龟板是借啊这个啊这个借来被啊这个动物来药了，能够潜阳。龟板除了滋阴也能潜阳。白芍呢能够滋阴养血啊，养肝血。玄参天冬呢能够滋阴清热，所以这四味药连用啊，那滋阴力量很强啊，可以说呢滋阴力量很强。这个滋阴达到了柔肝啊，同时呢还能够清热啊，能够清热。原来张锡纯呢就把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八味药，君药、臣药、四味加甘草，它就作为治疗啊肝阳化风的一张基本方剂啊，基本方剂。张锡纯这个医家呢很实事求是了，我觉得非常可贵之处呢，他能够在临床总结的时候啊，既写出自于成功的经验，也能写出失败教训，这个很不简单，看到古书里呢极少是这样啊总结自己这个经验的。他说啊，他开始就用这八味药为主啊，用在这种肝阴不足、肝阳上亢啊啊肝阳化风症呢，哎都有效。但后来发现开始有效以后呢，逐渐有些病人啊好了一阵，反而回过来呢加重，比原来还厉害。哎他就自己在考虑，考虑最后根据啊肝脏的生理特点，又加了三味药，茵陈、川楝子、麦芽。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从临床的一些失败当中得出的一个啊体会。他说什么呢？他考虑到这个肝为刚脏，体阴用阳，这大家学中医基础理论的时候知道肝脏的生理特点，喜调达，恶抑郁。这里边这个方前面的药来讲呢，正肝潜阳啊，力量很强，正肝降气血上逆，这个力量很强，用量很大。然后荣国牡蛎呢连用，潜阳力量也较大，这都是在啊提的起到一种正肝潜阳作用啊，对于肝的一种疏泄生发、喜调达、恶抑郁这种肝脏特性呢是不利的。所以他当时用的原话说，他说啊压而不服啊，反而激起反动之势，反过来反攻倒算啊，以后症状更反冲起来更重。所以他用了很形象的压而不服啊这四个服。那怎么办呢？他认为要啊做疏通工作，要随其肝性。随其肝性就是啊顺随的肝的疏泄调达之性，
肝的疏泄调达之行。为什么选择茵陈川楝子麦芽呢？这三味药共同特点都能疏肝，都能疏肝。你既要把它镇压，使它气血不伤逆不作乱，同时还要疏通啊，肾随它的生理特点，主疏泄喜调达恶抑郁，也就是说因势利导，因势利导啊。那是啊，肾随肝性啊安抚了，和这个正肝泻风汤正肝相结合。他后来讲，用了这三个药以后呢，则无湿痹，这没有这种坏处了，就没有这种副作用了。这是从实践总结出来的，而且呢，从理论上讲也是非常恰到好处的。茵陈既能清肝，又能够疏肝，川楝子也是常用的苦寒的清肝药，也是一个啊疏肝降肝的药。既能疏肝也能降肝，我们前面在一贯煎里边曾经啊学习过。麦芽这味药呢要注意用生麦芽，生麦芽有较好的疏肝啊疏肝作用啊，不是炒麦芽，用生麦芽。所以这个方的后三味茵陈川楝子麦芽呢是佐药啊，是佐药，再加上甘草啊，能够这个啊，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养胃气。甘草就和麦芽相配呢，还可以保护胃气，防止津食药物呢伤胃。防止带着石龙果、牡蛎这芥类啊啊矿石类这个药物呢伤胃气。这样看来呢，这个方这个配伍啊，各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全面。啊，比较全面。无论从实践方面来看，从理论方面来看，那都是啊，这个有相当水平的一个方。因此，这个方出来之后呢，这个后世非常推崇，成为了治疗中风后遗症从中风发生手，中医的一个往往是个首选方啊，往往是个首选方。这个方的一个配伍特点呢，我们教材上简要的对同学们基本要求来说，要知道这个方是标本兼顾治标为主的，一定要注意标本兼顾治标为主的啊。一旦气血伤逆得到纠正了啊，这个方呢就可以换方啊，可以换方。也就是说气血上冲啊，中风或者是先兆或者发生之后呢，当时使用你气血啊肝阳已经平抑了，当然这个方呢可以换方啊。这是这个从配伍特点标本兼顾治标为主的，是这个方的主要配伍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注意这个方配伍里有一些这个很有贡献的一方面啊。一个在此之前对于这种类似于正肝泻风这种方法来说呢啊，这个平啊平肝泻风正肝泻风，这是又开了一条途径，又开了一条途径。特别是针对气血上逆这一点，这是张锡纯的一个创造啊，这个一个创造，不是单单的平肝，而且考虑气血上逆啊。这个这是张锡纯的一个创造了，也就是说这个在家兼顾到这个肝脏的生理，刚才讲的茵陈川楝子麦芽兼顾肝脏的生理，肾随肝性，这也是这个方配伍当中很重要一个特点啊，很重要在学习时注意这个分析的一个特点。在运用当中呢，这个辨证的要点，头目眩晕啊，这个脑部热痛，
面色如醉，脉弦畅有力。为什么拿这几点做辨证要点呢？这也带一个什么治胃病啊？那开始先兆要出来的时候，这个方就早用。我个人一个体会也是，在临床这个方上的越早越好，上的越早越好，因为它涉及到啊后遗症问题，对于现在很多脑血管意外了，啊，脑血管意外当然很多种类，包括脑血管痉挛了、脑血栓、脑出血啊这些，这个方呢，只要属于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阳化风的都可以使用，但是如果说发作期缓解下来，它就会进入恢复期或者后遗症的阶段。这个方的一个特点，用的早呢，我们在临床对比用的早，它后面的后遗症啊可以大大减少啊，有的好的甚至于呢这个没有什么明显后遗症了。所以运用当辨证要点呢，就写到我们教材组织的前一部分啊，前一部分。并不是说是后一部分不重要，后一部分来说也是这个方啊，在临床用的还更多啊，应该这个说明一点，也就是强调前一部分中风先兆出现就可以及早使用这个啊，弦长有脉弦长有力要注意，这个的区别有很多，这个虚症啊明显的啊，这个方呢则降气血，上逆之势力量较强，就不适合。所以这个玄常有力以强调标识为主啊，标识为主就要注意的。而在临床的这个运用当中，热象明显，心中烦热啊，这个或者体温有一定升高，可以加这个石膏栀子啊，石膏栀子。如果痰多，病人昏迷、喉中痰鸣，这类病症也很多，要注意这个方本身没有什么化痰力量，很少啊。所以痰多这个呢，用这种方子一定要这个加胆心足利、胆南星和足利水，才清化痰热作用。如果此脉中按虚的啊，发作时候其他的组织症候呢啊符合，但此脉中按下去偏虚，要加滋补肝肾，所第三注意。在运用当中一定要注意，中风也有气虚血瘀类型的，气虚血瘀譬如像补阳还五汤这类症候不能用这个方啊，所以要注意不能用这个方。这个所以在正肝息风汤使用当中呢，对辨证非常重要，临床也是要灵活运用的。当然，比如这类病人，如果在临床我们遇到痰浊比较重、昏迷程度较深，也可以结合滋补丹使用，也可以结合滋补丹呢，这个和它分开使用，啊，这样可以对化痰力量强一些啊，化痰力量、化痰醒神啊，这个力量呢强一些。这是这个正肝息风汤，这临床是个常用方，对于临床运用中一些问题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下节课再讨论。好，这节课就讲到这里。